因为一开始拍开的时候是拢无物件的，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画，然后想说是，因为我们是有就是，比方说谁的你的朋友的生日或什么之类，然后去上网去，就是我是后来看到这个就是往上滑的时候才发现说，你这一边有什么什么，画面联合国的这个，他说你是不是老板这样子啊？这样子 OK 吗？好，谢谢，不会了，哎呀，今天感谢我们那个中山所副所长啊、很辛苦的，然、因为这是手机，它上面没有电话号码，然后它是靠 WiFi 的，所以刚离职的时候我也没办法打电话。然后能够，既然副所长能从那个细微的里面的一些小细节，然后找到就是找到原本的，我经营的店面，然后打了好几次电话，然后他联络到我。我今天很感谢，因为在不到那个12小时里面就可以找到我的手机，我真的很感谢副所长。我们检视在手机里面哦，发现他手机有上锁，我没有相关的资讯。那我们就再继续的翻阅哦，发现他手机里面有一个那个粉丝专业小帮手的这个资讯哦，那我们就依据哦他上面有的那个地址、那个店名，然后就跟他询问看看是不是有办法帮我联络到这个失主。那没想到这个老板就是失主，那他非常开心哦，来这边认领的时候，他跟我们讲说，本来以为哦这只手机哦已经捡不回来了哦。那没想到说哦，我们还是这么快的就把它找回来，那他也不用再去换新的手机。他一边笑着一边跟我们讲说，如果说这只手机没有找到的话，他就要去买最新的 iPhone X 了。